我们在新屋收容所接出来的旧衣猫，然后它叫做呱呱。然后它为什么被接出来，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它到收容所的时候后肢就是这个状态。对，然后你看它真的吃的非常的，就是用力啊，很认真的想要活下去。对，然后也还蛮亲人的，就是但是清创的时候还是有偷偷咬了医生。对，但其实个性是好的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帮他加油这样子。